台北市长柯文哲。又三，昨出席中秋活动，巧遇国民党立委蒋万安。又一，两人难得合影，中间还是隔了个议员秦慧珠，柯文哲笑容有点僵硬。记者翁浩然摄影分享。一场中秋节活动让台北市长柯文哲巧遇国民党立委蒋万安，在现场支持者簇拥下，两人还合照同框，留下难得的画面。不过合照后，两位人气王就开始互别苗头，一左一右分头拉票，婆婆妈妈也争相合影，人气旗鼓相当。柯文哲昨出席松山区芦田里中秋庆祝活动，柯打算跟李长议员在台。蒋万安不仅曾是国民党台北市长热门人选，如今更是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手中的竞选团队副主委。柯蒋合照时，媒体当场捕捉到柯笑容有点僵硬，说不出的尴尬感。短短一分钟合影后，柯文哲与蒋万安快速闪开，分头向民众拜票，许多支持者都上前合影，人气不分轩轾。蒋万安表示，平时立委选区有大小活动都会勤跑，他也当起丁手中分身，每场活动帮忙拉票，